同济设计院的原址是上海八十一期停车库，这曾经是上海市最大的一个立体停车库，可以停近千辆车。这是设计最大的挑战，就是把一个机器使用的场所改造为一个人使用的场所，这是我们要面临最大的一个课题。原有的车库这个体量非常简洁，线条也非常清晰，结构也非常的富有韵律感，对这些东西我们都进行了一些保留。那么同时我们在原有的三层的基础上加建了两层，一方面扩大了面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采用新老方式设计的一种对比。我们在新的建筑里面采用的是轻型的钢结构，现代的一些金属的一些材料，包括玻璃、铜幕，整个一个新建筑像一个漂浮的一个盒子一样悬浮在老建筑之上，产生了一种鲜明的识别感。建好以后，在三楼的屋顶，如果往同济大学眺望的时候，新楼跟过去同济老校园的一种非常好的对话，这种感觉正是我所想要的。在这个设计里面，我不希望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办公楼，我们希望它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具有交流性质的，甚至像一个学校一样的一个办公楼，这是我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一层的办公楼空间是我们的一些公共的使用的空间，在这个设计里面，我们摒弃了过去办公楼通常的一种设计手法，而是把它设计成一种类似于微型城市的这样一种概念。那么整个一楼像是有一条街道一样的，不同的功能的盒子穿插在里面，形成了非常生动的一些街道的景观。这些功能体它以有一种比较自由的形式和多种材料呈现在非常有规律的、非常有韵律感的老的一层空间里面，使整个一层空间显得非常的生动和活跃。我们另外一个设计的亮点是保留了北面的坡道，车可以直接沿着坡道开到三层的停车库，那么这样就同时唤醒了我们对过去交通建筑的一种回忆。由于车库的进深达到75米，非常不利于采光和通风，所以我们在建筑的之间挖了两个庭院，分别东西各一个。西庭院是以宁静作为主题，我们里面采用了榉树，一年四季它会呈现不一样的颜色，冬天会落叶，春天会发芽，所以它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这种景观呈现在里面。中庭院是比较热闹和活泼，因为旁边是我们的餐厅，平时人们可以到外面来用餐以及进行一些活动。设计院办公楼采用了大量的绿色建筑的设计手法，其中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大量运用了太阳能设计，整个屋面包括立面我们一共有6000多平方米的太阳能，其中二楼三楼的水平太阳能板作为一个遮阳，五楼是用垂直太阳能板作为遮阳，它们在形式上跟整个建筑完全融合在一起，从外部你很难感觉到它是一个太阳能板，所以这是我们设计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也是我们觉得能够把可持续发展的一些理念非常好的把建筑和新能源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